好的，欢迎大家收看新的一期《潜伏技术传》，我是柯洁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内部的选拔，是那个全罗南道杯的第一轮选拔，由我对范廷钰的一盘实战。这盘棋，是本来是没有公开的，就是只有维基 TV 才能看到这盘棋吧，可能是。那好，那我就不来多说，这盘棋是由我对范廷钰的，我是执白棋啊，先T6 T6目半的这个规则。我要现场摆一下，我就有点记不太清楚，因为网上没有棋谱，所以说这是维基 TV 的独家棋谱。看一下，第一步他应该是走在这，走在这里，对，经纬。我先要看这个数字，我得把它摁掉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站在这个行这个大飞这个布局呢，就是希望。做成我实战这个样子，这样他认为这个大飞的位置比这个小飞好，因为小飞大家见的很多了，小飞走成这样局部，他觉得大飞的过去的路呢，以后白棋掏起来可能不太好动，也确实有可能便宜，但我实战也是这么走，也估计我觉得布局也没什么大关系啊。现在接下来我拆这个三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选点，我可以这时候其实可以。进一步，哎，可以这样拆这个，但是呢，拆这个也不一定便宜。他比如说这边飞，就先把这个补住，我这边得大飞，然后他这边以后再打入的情况下，我这个子可能稍显过分了。所以说呢，这时候走这个还是非常正义的。然后他接下来把这个飞补也是没有错，我这大飞和小飞。我也判断一下，以后这小如果小飞的话，它以后比起来好像这个间距好像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么我大飞呢，就是要稍微难受一点。他再这样，就我再拆四，我肯定便宜。但不过他以后确实很有可能往这里拆，所以说这大飞而且局部应该是对家。如果比如说我拆边的话，这就显得过近了。他这样以后挂进来，再攻起来我可能比较苦。这个拆这个位置。这个大飞就显得它便宜了，因为我现在以后就拆个一。本来如果小飞在这里，我就有拆二的，我不是只拆二，是可以拆二的。现在拆一的间距小了，白棋肯定是不可能，所以说这拆边应该是不好。这大飞也是正确的一步。那么黑棋接下来在这边的选点也是很难选择的，其实。实战，他虽然是挂了这里啊，但我觉得他可能应该这是分个头，可能比较会合，也说不太清楚。他如果分头的话，我肯定是这边随便走一个，我也没有想太好。可能是在这三个点中选一个。如果是逼住的话，他再拆二，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平淡。我可以考虑逼住或者这里尖一个。这里签个打入，这样也说不太清楚。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更显得从容一点。那么实战呢，他选择了高挂这里，他很简单，意图很简单，就希望我这里硬一个，然后这样子再拖了拆出去的时候，这两下交换肯定是便宜了。那我肯定是不能这么选择，这么选择实在太缓。还有就是拖一个，那拖一个也肯定是不太便宜。这样形成这个定式的话，我这下面这两手棋看起来不是像什么好棋。所以说，王勇局部已经硬不动了，所以在这边要新追加进行加工，加哪里也是非常难以选择。比如说我当时第一感是往这里加一个，但是我想这加完以后，我当时是有点担心他自己这种尖一个什么什么的，我再跳这样飞过来，他可能中央可能有点势力，我可能这个加不一定便宜，棋也说不清楚，这样跳出来。战斗起来可能也不一定怕，我这样跟他冲断跟他战斗，可能白棋也不怕，也是一种选择，但是这个也是个人的感觉吧。我当时觉得加这里是最好的，实际上我觉得加这里，其实有可能加在这里是更好，但不加这里，我觉得他这边如果挂进来的话，他这里空间就更广阔一点，我这个感觉选点还是一般。哦，对，我是忘了说这个比赛的用时。这个比赛用时是每双方是每个人是1小时60秒一次读秒，超时判负。
也可以说是浓心杯规则，也是可以说是比较快的一种题。那么这种快题呢，我开始也不愿意多想，实际上我就是选择自己的感觉，就是先逼在这里，逼在这里呢，然后它是实际上是拖了一个退，然后虎子在飞这个。其实我当时我以为他是会把我这割开啊，因为我这个地方还是显得很松散的这棋谱，但是比如说这里撞一个。其实我当时没想太好，应该是怎么下，我有可能会形成这样选择，先把这个打拔掉再说。他打上来，如果他不打上来的话，就单吃的话，我可以满意。这样再飞过来，他这个提一个显得很空虚啊，我这提一个看起来应该比他这个好，所以说这肯定要打上来。他打上来，我可能不能粘上了，再粘上的话，这样子我局部就有长了，那差一点意思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耳机好像又脑残了，又出现点毛病。妹的，这个我线头是不是松了呀？哦，这个杂音听着真的是难受。好，我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接着复吧。所以说，我这是必须是反击啊！好了，终于没有这个杂音了。这我不肯粘上的话，就是肯定是要开劫。我有可能这里先靠一下，这造个劫材，他退我可能占便宜了，然后再打吃这个。他提劫我的这里断吃，他可以消劫可以提，他如果消劫我就把这个抓掉，这局部应该是死不掉的，这样我就虎出来。当时我觉得这样战斗其实挺看不清楚，那可能是也许是我有利，因为这边这个拔肯定是比这边猛一点，就这个拔还是太猛，可能也没这么选择，也是有自己的担心。如果靠我不这样搬过的话，如果直接简单的就立这样立的话，黑棋就简单的拆卸下来，就算简单的再粘上。如果被割开了，我就显得比较苦，这样就有尖。如果拖的话，就被扳死。那么这样子拍也不行，所以说就有尖这个，然后它再挡下来，这立我也不行，所以说就有搬粘。这一断开的时候，我就显得比较苦闷。那所以说。除了立这个，还搬这个以外，就是剩下搬这个。搬这个肯定是不行的，这样子就随便设想下跳一个，这被割开，白棋肯定是苦的，因为这边的势力还是非常的壮观的，战斗起来势必是白棋不利，这在后世才会发挥的作用，所以说不行。那么这样就是搬的其他的变化，如果连搬的话，再打吃再打吃，这样是不行，所以说连搬是不成立。那么我就接下来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立这个，立这个也是一法，然后走成这样子，似乎白棋也可以啊，这么也可以这么考虑。然后黑棋估计是应该打入我，然后再逼住，他有可能担心这个图，怕黑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，也说不太清楚。其实布局双方大下挺快的，因为在布局确实不愿意多用时间，1小时时间还是太短了。对我来说，其实应该是绰绰有余了，我这不怎么用脑，感觉。不过棋形势一旦不好的时候，肯定是要多用时间。在一个战斗中，前面尽量多积攒一些时间，为某个战斗在想的时候，可能时间多的一方可能比较占优，反正布局关系应该不会太大。那么他。拖着退着飞，白棋应该最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图啊。局部黑棋这个其实很狭窄，一般来说是不太肯的，但是老板既然这么下，也有他的道理，也有他道理。因为我这个子就位置肯定说应该不怎么样，黑棋也不差，确实也当然，我这尖这个也是必须的。如果这边拆野的话，他可能既然打入一个。我在战斗起来可能不是很有把握，就是尖一个还是很大的。既然他只剩下一个大场，就是把这个给逼住了。那对于这种逼呢，白棋局部最佳可能是应该靠这种。这样，当时我是不太肯啊，但是我现在怕他，这边怎么走一个？我感觉这棋我这好像挺空虚的，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。当时我走成这样子的话。自己在张，感觉也张不出什么东西，所以说实际上我想争个先手，就是飞了一个这个，
也挺妖娆的这步棋。他如果在，我当时想，他说他不这边的话，我这边再飞过来。那么他如果这样过的话，那么我这个图明显就比那个上面刚才那靠的长那个要好。这样白头比较硬啊，不是比较硬，是比较长。那么黑棋目也比较少的这样子，那么这样子白棋肯定是可以满意的。所以说黑棋被走成这样肯定不肯，所以肯定不能被飞过来，所以这一定要靠起来。这也是实战，没什么疑问的地方。然后靠起来的时候，这棋如果白棋把这个简单粘上的话，黑棋再拐，如果再这样进去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凶险了。就粘一下，就有个子，可能对这边伤害还是比较大的。当时我粘一下，就直接往这里掏。我当时想，如果这个不掏的话，这棋黑棋还是太恐怖了，这模样啊。那实在他得先断一下，然后在这一长，这断了长呢，就是此也是一石二鸟，此消彼长，它是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，然后再缩成大大削减了我这块模样，也是一非常大的一步棋，也是可以说大局观的体现。他这边可能他自己走可能是不太好走，比如说他单间我就贴起来。他如果这样简单搬过来，也没什么，也没也其实这样的话，我拖可能不是太好走。这样的话，他自己走这一串也没什么大意思，我这样就活了，他可能不满足。就是该他这个局部该他走也不是很好走，他如果飞的话，我这里也是应该是有什么桎梏手段的，我这些靠一靠，比如说。这样子的再断，然后这里靠断，这样的纠缠手段，因为不是很好走，所以不好走的地方就脱先，所以说老板就把这里断了一个，断了把这里这个长，把这个长起来，争死的话可能被打呀不是很舒服吧，所以说就选择了长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滋滋响了，我压到线了，那手臂，现在你啊，这样。是，他走了这个之后，我局部已经实在是硬不动了。说实话，其实他走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黑棋形势是不错的。可能我这步飞还是有这步飞或者尖是有点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。有可能我应该往里逼一个，这应该就跟他战斗什么，可能这逼还是太大了，尖一个有点消极还。走到这时候，他是黑棋这一块明显的张起来了，而我这棋也虚的也没有他那个张力哈，所以我打入进去之后，断了长，这就感觉黑棋不错。实际上我就拆一，拆一的时候呢，这老板又下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手段，就是尖这个。确实，当时我没有看他尖这个，但是我早知道哈，我应该可以应该先靠一退一下，但是怕他虎，我现在再拐一个，其实应该明显比实战好。那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子，我再拆个二，这样活起来明显比实战好看多了。这个他有个牵个断，他可能就不敢这么下，所以说就补一个。那我这样活的应该太舒服了，所以说他这虎应该不便宜。粘上的话，我再拆一，这样我比实战好太多了。我实战实在太臭了，这。单拆一什么意思？被他实际上单拆一给看大家效果，就被他尖过来之后，我只有切这个，然后他再飞过来。那么这个目数和这个头实在是差太多。如果我先能靠两下的话，他肯定不能就这么过来。他如果这样过来的话，我这拱一拱，他那刚才的目差的是18000里。比如说我这样虎一下，再哇粘，再跳出来，这样子的话好太多了，比实际上。现在完全是多了七不七，多了七就七目棋，我这跳肯定是一个大随手棋，可能这时候因为白棋应该也是不差的局面，我这棋肯定是应该先靠两下，当时觉得有点俗，不太肯，像完全没必要的事情，粘上了我再拆一，我这样子顺畅多了。实战的拆一肯定是一个臭棋，被他尖了飞过来的时候，顿感这个局部白棋很局促形状，如果出头的话，他就跟着硬嘛，我这个。怎么也不看一下什么好形状，这棋如果这边再补一个的话，这边再敲进来，我感觉这棋
形势应该没什么好。接了飞一个确实好棋，但是没有下觉得。那还想他这边走这个，我还有可能这样靠乱给他弄他，就是想拆解，对，是随比较随手的拆一感觉这些。接了飞确实好棋。那么我觉得我出头跳一下不太肯，当时，是跳确实他有可能飞这个，我当时可能是担心这个飞。哎，我是忘说了这期的对局日期了啊，是今天刚下的，我好像老是丢三落四的，这个记性，哎呀，这么感觉年龄也不大呀，怎么就记性就不太好？啊，这我要飞，可能是担心他飞这个，现在确实我今天。非常的缓啊！这局我这走突突桎梏也不应该是这么桎梏的，这局走的还很局促，非常的难受，感觉呼吸这种不顺畅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说这局部也只有飞这个，把它这里先就地做活，现在说。那么实战的老板就是尖顶的在一虎，尖顶在一虎的时候，这尖顶虎它的目的啊，我现在说目的，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就把这就给包住。我如果这样尖出来的话，它打吃了一粘，我就完蛋了，这样被它断掉就可以收摊了，回家洗洗睡了这。如果想出头的话，想比如说顶啊，但像猴的话，这样太委屈了，这个形状形成了一个鱼形，这是肯定的，就是欢迎的一个黑姐就会欢迎的一个形状。如果我这样想拼个凶点，它还有打吃了一粘。等于说打吃这一家是基本是先手，然后那我一挡他这一冲过来，这期白棋也可以洗了洗睡了。那么这样是不行的。那所以说呢，当时我看到这里有可能，如果真的有利还可以跑出来的情况下，下车的自以为是比较妙的手段，就是点一个这个。点这个的时候，范老板开始长考，长考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是什么好棋呢？实际上他一贴的时候。长考之后就要贴这个，突然发现好像这步棋啊也没什么好的地方，但原计划是跑出来的，虽然实战也跑出来了，但是我感觉这局还不如退一个。但是他这样打是尖顶，白棋实在是没什么好的，局部已经走不动，只有脱先。比如这边掉一个，然后这 A 级再把这传一下，那么这几个交换感觉也不是很便宜，这点一下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。那么这样子肯定应该是黑棋好像是无疑的。那所以说，当时是心有不甘啊，这肯定想跑出来。跑出来的时候确实没看到他可以打吃这个，跑完之后才看见可以打吃啊。这棋，但确实也我也不太想想别的东西，这不如果不跑我还能走哪呢？这是。那么实战他断车之后，我说就简单的粘上了，他还尖顶，尖顶又是一笔好棋。就是如果我简单打吃了，再怎么挤，打吃完，我虽然打吃不到这一下。实际上打吃它也粘上了，然后如果这样打吃，简单这样，就我气势紧，这样被打死是肯定不行的。所以说尖顶好，如果简单单团，我还是还有继续长的手段，他这样也粘不死我。这样冲出来的时候，他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就得一步一步退啊。那所以说尖顶又是好棋，打吃的尖是一个连贯的好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更糟糕的是，我看错了一个地方的死活，哎，可以看得特别搞笑。其实这时候团的时候，其实这时候白棋已经非常的危险。我实际上是挤一个，当时什么都没看见，挤的在吃这个的时候，我以为局不是进火，特别搞笑。实际上好像怎么走都是打劫，而且实际上还有更严厉的打劫方法，我也没有看见。啊，行，我先不说，让大家可以看看这局部应该是怎么走。实际上长这个我也只有贴出来。这个我如果不贴出来，这初衷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把这弄出来。黑棋在搬这个，他如果简单的长这个的话，我再压，那这个扳头比刚刚那个打实是严厉多了，所以说这个长。那么这样子他是不太愿意，这样鱼形的走完之后再贴白棋，这样子别人比较舒服，走。就是黑棋这样是不行的。那么这个不愿意被长的，肯定是要把这头给搬过来的。那搬的时候。白棋这局部也没有好办法，只有打吃的打吃过来。那么再搬这个，搬这个，
就是希望考验他一下黑棋。黑棋如果吃这个，我想打吃完在这里面虎一个，这样头比较顺。实际上他选择长这个，其实也差不多。我就粘在这里补了一个，然后这时候老板这边出手了，但他就一路吃一个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这棋局部居然是一个打劫胡，然后突然间感觉这棋就完了，突然间就完了，就是天突然就塌了这棋。然后打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出其实我知道这棋肯定是出问题了，然后局部肯定是活不了了，不至少不是进活当下。然后就是脸上，我就是努力的保持着一种镇定的样子，好像是装作一种好像早就看见的样子。但是事后那个老板问我是不是看见没有，其实我是没有看见的，但是他也觉得我是没有看见，但是我觉得我装的还挺像。其实我感觉我是那种不太容易装得出来的啊，这今天还是比较能装人。装下逼不会亏，反正装逼。当时我就是就把头就轻轻往这边往这左边这一看，看了，然后再往下面看，往下面看，就上面就不看了，然后那就一直在保持着镇定的样子，好像是我早就看见了这种感觉。当时就是一个心理战嘛，可能虽然棋可能玩，但是人一定要淡定，人一定要淡定。然后，所以我看这棋局部是有猴子手段，局部将它就有打吃，虽然打吃的妙手，我粘在这里可以，这局部就是我本身对它也有几个，也没有绝对的完蛋的形状。我就给大家也给大家讲一下这局部的死活，如果我这样简单粘上的话，这里跑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而且其实它最简单的这棋不打吃，简单的跑的这得打吃局部也是打棋。我连这个都没有看见，特别搞笑，我就没想过这棋还可以跑。我当时还是想，人家打拔这棋，就黑棋其实也不坏，做成这样。但是突然间打吃这个，我确实陷入绝境。然后是只能假装镇定嘛，我说就先把这里拆住。其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打吃一个，我肯定是完蛋了。可以收摊了，他实际上拐一下也行，拐一下再把这个打死。我其实我感觉这打死了之后，白棋确实想要争胜的话，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啊。这个这一打吃完之后，黑棋上面实地我点一下16小点20。实战中我也没有点过目，因为我也不想点目了，你知道特别惨，我也不想点他空，因为如果点出他特别多的话，我的就是连下这盘棋继续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，我又也没有点18、19、20。人下棋是有信心还是非常重要的。22、25、28、30、40、50、60、65、96。下棋盘75左右啊，75。那么我呢是这边是有八目棋的，就是20、25、26、28、30、40、48、49、5，50多。那么这就等于这里围，这个加中间得围20目以上，其实非常的困难的事情。但是差的确实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其实可能是逼住，其实是非常大的。他也可以，其实可以阴着我。如果老板再成为，也不是，他其实这确实也不好阴哦。他如果拆一个，我这些可以把这个给粘上，这粘上局部已经是逆手10目棋左右价值，确实也是很大的一步棋。那么这时候他确实得有打这个，阴可能也只是一种幻想。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是没，可是早就就去，可能早就想打这个了，然后还是确实要打这个。那么我逼住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这棋它不能被我逼住，不能忍受，它就拐了断这个。当然，可能如果简单靠出来是也是不行的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争不死我，这争死是按自己计算的，是不行的。所以说是只有这样走，那这样走配棋实在是亏太多了。如果这简单拐啊，这样的黑棋基本可以无异于认输，这么下棋啊，瞬间就是逆转的，这才这白棋实在太开心了，都是这样梦想图。瞬间应该是多了30目棋左右，来黑棋就吃了16、17、18目，17、18目棋，那就白亏10目棋左右，那么这样肯定是不行的，那么靠出来不行，所以说实战就单拐了断这个。
如果我这样虎吃山，虎吃山拐吃的，如果我虎这个的话，当时觉得是俗手啊，这样打吃被粘上，当时是不太可能，确实应该是不太可能，然后只能拐吃，啊，吃出来是黑金眼也可以满意。然后这时候开始打劫，猴这个，猴这个呢，也就开劫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有气劫，但吃了在起劫的时候一粘也是。啊，我现在搬这个，然后提劫。然后他点角，点角找劫其实挺也是挺微妙的地方。他有可能他下面就走两个，他下面走两个，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好。这样在那飞一个，然后或者我这样什么跳起来，这边还是挺大的。那么提的时候。点角把这个角掏了，其实实际上应该也黑就不错的，其实，然后拖了退，其实意外的发现，这其实他这开业之后，我的这个形势差的也不是特别多啊，但是走完之后把这个爬过来还是有所收获的，这以后顶的是基本决心啊，这棋白黑棋如果不走的话就被顶死了，那所以说黑棋也肯定就剩只剩下这一个战场可以走了，就把这个可以断掉。我就忘讲前面这个脱退，他如果爬这边的话，可能不太便宜。这样子的话，因为这边这样就兄弟打架，就传说中的兄弟打架。这样子的话，局部还得补一个。那么这边目数也是伤到了，所以说实际上不如这样脱退。脱退就因为还有断这个的手段，留下后续手段，这样就没有后续手段，白棋也就很安心的脱先。让我喝喝水。那么走成这样，黑棋肯定是不能满意的。这个目数这边还是亏了。不是，实际上脱退哈棋。这棋虎和粘也是有区别的。如果他是既然虎也不打一下的话，那么他可能不太肯。如果他粘这个，其实我现在搬不到的，因为他以后这样有家，所以说虎一个他觉得。肯定是虎一个不好，肯定是粘上好，粘有确实是粘上好，它这以后就会加起来，肯定是好的。那我爬过肯定是最大的，啊，它把我断了，然后长的时候，这时候下出了可以说，好了嘛，下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失误，应该也是可以说接近于败掉了一步棋，这就是打吃这个，打吃这个也当时是没有看到的，他可能想把我这个打中。当然，我以为他会吃这个，但这肯定是不是围棋。这个就被这样吃掉的话，黑棋会完全不知道他干什么。所以说呢，他就粘这个。那白棋搬了这局部，白黑棋其实特别的松啊。这些我搬了粘上之后，不要粘这个。局部我这搬了一粘之后，这棋可以这样连过。那么这连过，实际上黑棋肯定是亏到姥姥家去了。本来跟单。情况下，黑棋是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些。在长完，比如说这样再跳过，随便跳一个。那么这样白棋还是比较苦的，这形势可能也是黑棋好。打吃应该是非常恶化的一步棋，因为打吃完之后，如果角上要补的话，等于说黑棋接近亏了一手棋啊，为了打吃这一下，那么这肯定是不太行的。那这样补一个的话，那我这边就飞出来的话，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说不能补。那不是尖这个时候，黑棋就整个这个战略肯定就是亏到爆。如果这被棋通的话，这黑棋这几个子就跟等于说是跟单关是毫无区别，可能连单关都不如，这撞在白棋的墙壁上了。这打一下，实在是亏太多了，接近是亏了一手棋。从实战后来看，本来的话，范老板认为可能是这棋盘十肯定是不止啊，这棋。但是这样收起来，它可能再收稳一点的话，就盘十左右吧，也就也不好掌控。它实际上打是这个，肯定是就是本啊，好，难得它这种失误啊，再下出来了，尖这个。那么局部这些搬了点，它粘的时候，我粘的时候，它就扑这个，现在就是打劫。它打是这个肯定不可能。然后这样消劫之后，这个吃通之后，这个黑棋又亏到炸，所以说黑棋肯定不行。这绝对是不能吃通，被吃通的，因为这被吃通之后，把这两块本来都有点非常
特别是这一块非常的薄的漆，瞬间就变成一张两厚式的一个特别厚的漆，那个黑漆肯定是不肯。那么顶这个，啊顶这个，我直播其实暂时是消不掉的，如果这样消的话，它是有一家了不度过，直播还是一个打击啊，那我肯定是不能这么下的。哦，该死，这个怎么是滋啦滋啦的声音没个完，听着真是焦躁了，这什么玩意？哦，该死，shit！好了，又好了。那我这些顶住可是必然的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接材可以找，所以说这顶住是没有问题。在提的时候，oh shit！好吧。然后让我们无视掉这个声音啊，这个不知道是我电脑的问题，还是这个耳机的这个是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也不是，就我们还也不也管了，就是把这个切了。其实大家可能不在意，但是我好像一直在意，可能这个事情。然后监听一个也是绝弦啊，如果它消解的话，那么这样子就局部形成打结，这块是这个打结比这边打结重多了，我这随便再打结它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说肯定得硬。肩颈下面是正常的一个起，然后把这个结一提，然后放到这起局部也不会下了，可能确实也不太好走。他如果简单找这些结材的话，就非常损了。那我这样再吃过，他这卡肯定不行，这局部已经活了，那他得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再提，我这起就也再打吃，他也是亏损，所以这起他不肯轻易找这些结材。那么他就想到造结，那去断这个也是，我当时认为他应该断这个，断这个他找结。不过我自己也有劫财，这样确实他也不好弄，他总不好意思跑这个，跑这个实在损太多了，他可能也确实已经不太好办了。这时候，可能已经是非常不一定了。其实他实际上接你的这个，啊，我接一个变相打劫，就是防止他加了打湿了坚固的这个打劫手段，就等于说也是一手棋，啊，黑棋提劫，啊，往里跳。然后往下这边继续走棋，我的次序可能，哎，应该是对的，我可能也是应该是找他提劫，那实战去找哪个劫了呢？啊，他冲了一个，冲了一个，再把这劫提回来，他好像没有冲，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他找哪个劫了。哎，跳完了打吃提劫，不能提回来的，这怎么不让他提回来？还是冲一个啊，冲了再提啊，我打吃这个找劫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行打吃这个的时候呢，尤其我说我本身劫，当时也不太肯打吃之后，他也不肯粘上，粘上的话直接把这如果结束直接被卖死了。所以说他就。老板就可能因为当时因为读着秒，可能是读秒了，可能不太会，然后就直接点了一个，希望能造出点劫财啊。其实我看好这个点其实不是很明智，可能应该粘上跟我继续打劫，这样提劫，然后随便找个穴道把这个劫打赢啊。对，我可能这样切下来再消劫，再打吃完消劫，然后再煎一个。这样局部复盘可能是白棋稍好一点。确实，这一带损失还是很大的。这个地方的空还是被破了，也是非常有损失，损失也挺大。那么这其实确实他应该粘上一个，还是应该粘上，这至少战线是可以拉长。实际上点进去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然后再飞出来。当时我点进去，我眼前一亮，觉得这棋可能他有点丧了。走之前没有，根本没有破几目棋啊，本来就应该总共就破了七八目棋吧。那么这边棋对他这边的伤害还是非常的大的。我这是竖了三个，在这边本来是特别好，比上应该是比现在应该活棋吧，啊，现在突然间就有生死的关系了。他伤害长，啊，切了搬这个，就是读秒了，就有点黑卡了。他搬了一粒的时候。也给我设了一个陷阱啊！实际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阴险的手段。如果我吃这个的话，
它局部就有一虎，然后打吃苦肉计，然后再一虎，然后我这样子刚好被它杀掉，就回不去了。刚好打吃它就一切，然后爬的话它就是一立，如果跳的话就是被它冲了一夹就死掉了，上面拿不住它，这样就我就完蛋了。那所以说，当然我时间还比较富裕的，应该不至于犯这种错误。虽然说有挤过了，它就简单的尝了一个。当时我就看错了一个手段，这棋我忘了，这局我还是有手段的。其实我这棋应该搬掉，搬掉的话他肯定输得更稳吧。这样子输就后来就被他拔两个，可能有点晕了，眼睛有点晕啊。我提了一个这个劲，是，我服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讲棋，然后他就下出了一局比较妙的手段，就是加这个。我其实我看错了局部，我以为这期局部没起。那其实这期如果是一旦弃景的话，这我三个就嗝屁了。加没加虎是我死掉的局部，没有看见这个手段。那所以他加的时候，如果粘上的话，他就准备这么干。那么我三个被吃了，肯定是这期就有转机了。那我肯定不能粘上。他加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不能粘上之后，有点晕，可能之后想了一下，还是就搬过。搬过呢，这意图是什么？就是希望黑棋打吃断这个，然后再粘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跟刚才比，等于说它本来是冲一下，现在断了一下，可能损了三目棋以上。这样我就容易接受多了。对，往里推，它可能还是不太行。那所以说还有搬的情况下，黑棋还是形势还是不太行。那就吃这个，然后我这棋想了长考了好一会儿，因为时间比较富裕，就是搬了个这个。但我因为一直在看这杀气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可他是在断是先手啊，我可以先打一下，再断一个，然后可以这样铺一下，然后我再粘上。他如果这样跟我直接简单杀气的话，这局部我算了一下，他只有五口气团，无论是团还是在团这个，那么上面就是简单的六口气，这样黑棋是慢一气被杀，所以说。新手搬一下，其实新手搬一下便宜的也是有限，我就为了虎这个手段，这个说起来其实也就是为了便宜一下，因为这个我想有什么新手活的可能性，其实简单退一个我也便宜的也非常有限，我再粘上，其实也不一定便宜，也可能便宜一点，搬一个他也是也没办法，也只有挤这个，然后我在虎这个时候，他把这个两个踢掉。打的棋，好像不会再把棋贴，这样也就粘回去。其实走到这的时候，黑棋可能已经回天无力了。可能就再摆两步吧。我这整盘棋啊，对，这是围棋位我独有的棋谱，可能只有围棋位上才有。我还是摆完吧，但实际上我再贴了一个这个，他打吃这个就是啊不。实际上我提的这个劫，打吃这个又是一步，不太像好棋的棋。这个吃也是不是好棋？这个贴到这的时候，这黑棋肯也是逆转更无望了。总的来说，这盘棋老板不太发挥啊。这棋我实际上是这样提劫，然后打劫，打棋，然后粘走提。实际上断一个又是苦肉计啊。这个粘断一个整整亏了三目棋啊，这样提劫。这样它肯定是不够了，然后这样提立一下，实际上我就选择贴一个简单的收控，对，简单收控，它粘结，我先煎这个，这就爬了搬也是巧手，它这如果它退的话，我就断了一打吃，它就死掉了。那么，所以说就粘这个。那我这他实际上煎了这个，煎这个其实不如粘这个，粘这个虎，但他可以挤这个。我后来看是这样好，实际上挤这个好。如果我长的话，他这样靠过，明显比实战好。实际上单煎这个，我现在打起来之后，我这暂时是不能挤的，因为他这粘打是先手，所以说是不行。我贴这时候我又不够细腻，我这棋细腻的话应该单团这个。也不一定，单团这个他可以团这个，那可能也没什么。然后贴这个，这时候黑棋输的是比较多，
在大概在这个时候，在挡住，还有这时候老板投，是老板这局确实非常的不发挥，可能给我制造烟雾弹有可能，因为我在后天我也是要对范老板一个下一盘，那就是放个烟雾弹，就是先让我赢一盘，让我得意一下，然后他在那盘大的比赛，然后再那个好再好认真的跟我下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，确实，当然在打的这时候确实黑棋应该好不少，我这确实这种低级失误，我居然会犯这种低级失误，确实。那棋还是需要加强这种地方，这个实在太搞笑了。主要我们也计算过，没有脑感觉现在下棋。那么这盘棋的解说就给大家到这里，那么下次再见。哦，我给还大家留点死活题吧。那么死活题的话，我想一下。死活题，我先录一下。算我先保存一下，不然的话，围棋，记谱这可能是这2年来我是第一次记谱，这个但是也不是平时不是很用功。格局对，范廷钰，文档。那就文档吧，就这样吧。出道死活题啊！这死活题好像不好出，这个我现场自己创作一道。这可以啊，这比较长形，给大家摆。就比如说，就这个局部，白棋先走，应该是怎样走最佳最好？可以，让那个一晨网上跟我直接可以问问我，前10、100万吧，这重在参与嘛，大家。最好就是附一下地址啊，就是你在哪个高手房啊，什么国际高手房啊，中一啊，中二啊，行一啊，行二啊，还有什么房，你最好附下地址，不然的话我直接是给不了你的哈。那么这场棋解说就到这里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这个耳机问题还在，哎，这是点这个吗？这怎么变样了？这样，停止。